游戏打到十几分钟的时候，他告诉我啊，那个没有了，才有骑手接单的，不然一般来讲的话，一般下单他都是秒被人接，他直接开做了，但是下单了十几分钟之后才开始做，就证明才有人接单，骑手还是比较少啊。下午总不会做饭的了，这种事情一出我挺难受的。灰蒙蒙的夜晚，谁又不知躲到哪儿去，一转身孤单一躺在身旁，想回到过去。对面卡兹克打野，我的双手迸发了霹雳，每一拳都降下雷霆。钻粉它只能开一个月啊，就是你开再多，就算你开十年钻粉，我也是给你打三把，不叠加的。如果你需要我上分，你可以私信我，我接包天的。直播间不要问，问了我不回答，私信我就好了。我们把他一骗出来。这波小兵有点多，这船长真是个笨逼啊！这船长。我说句实话，这船长真的是个笨逼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波他第一时间不接我，不过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小问题，我只需要一波。我只需要一波我就起飞。我靠，他好贪啊，他想吃两组。这波我是更新装备了的，他凭什么？坏了，没了呀！他凭什么？哎，我有点不想玩了，真的。为什么对面就可以这样子搞？我理解不了。对面难道又 miss 了？这 miss 给的真慢。
我靠！你还敢 A 字下防御他？你死了呀！嗯？这难道来这么慢？他们拿一把小龙拿了，对面菜刀队啊，吼吼！跳下去，看不懂信号你。坏了，没 Q 到 ，Q 到杀了，有点可惜。这把对面菜刀队啊，赢不了呀，慢慢来吧，多出点护甲就行了。卡兹克可能在我野区蹲我，我这波蹲的话，可能打不过他。他好稳啊，天赐的先锋啊。他装备一般般，我们两个谁杀谁还不一定。着急了呀，这不等我先手不好吗？这么急干嘛？谁杀谁还不一定啊，哥们儿。他为什么学的是大招啊？他这不学 Q， 我可能会死。但他为什么学大招啊？想玩骚的，不好杀呀，这波感觉。干嘛呢 ？Are you kidding me？ 我也觉得这螳螂有点抽象。这把 CD 血属实有点膨胀，因为对面菜刀队，讲道理来说护甲血收益高点，但是我 CD 血有点嚣张。
螳螂结束了。这寒冰好迷啊！我直接明牌。他不会还想把我换掉吧？他孩子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进化大招呢？走地流吗？他想玩走地流啊？走李奶奶，在我面前玩这种。打不动他，他有心石。现在还有很多的钻石号要打，早开早打。你现在开也是明天直播的，早开早打没什么问题。他可以触发心石，有个盾的，不太好秒他。把这个人呢？我用双手向薄情的敌人倾泻怒火。进我野区了吗？下去了。感谢能歌善摆的刚子送的钻粉，感谢老板的钻粉，感谢，私信把你的账号密码大区发我，明天帮你打，好吧，明天帮你打，感谢老板，感谢，谢。想上车的可以加我好友，哎呦，你家白银局直播间有想上车的，所以我可以加我好友。我先打了钻粉，哎呦，你家白银的。我来吧。那船长不给我混个助攻吗？回到梦的夜晚，谁用不知多的冷心。搞不到私信在哪儿吗？有这么离谱吗？不知道私信在哪儿。
他为啥不走位啊？哎，拆下路！这卡兹克救了他一命，帮他把 Q 挡了，有点烦。 感觉有机会一波，给下对面压力，这都不开大吗？这难道？